赚很多钱，赚到数钱数到吐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对啊，兔年啊，兔兔。我跟小猪哥哥 A 的，嗯 ，A 的 ，A 的。对，然后今天这一生又是他恶搞我的。哪有？就是老师今天装扮好不好看？就是他恶搞我的。他说，你知道他跟我说要角色扮演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我还蛮期待的，我还把我以前穿不下的水手服再拿出来，你知道真的有多小吗？小到我连扣子都扣不起来。我挂出来，真的压胸的，真的，不是压肘，是压胸，压胸。然后老师就说，那我要扮演什么？我说我那边有服装这样。结果我他连拿来试穿都没有，就今天拿来给我，我说，你现在拿这套衣服来，我是要我怎样的？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因为既然要角色扮演，有没有？其实我觉得今天角色扮演真的很到位的，有几个。真的啊，像辣妈，我觉得她就真的很大，她没有扮演，她就是辣妈。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收回来，再继续再收回来。她就是辣妈，她不用扮演，她就是辣妈。就老师说，如果你先拿裙子给我，有没有？这么短，我完全不穿。她腿那么粗，拿那么短，等一下，老师的腿粗吗？粗，有没有说？没有。哎，我可以方便问小姐你姓什么吗？你不姓崔，崔才会粗腿。你姓陈哎、欸，好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好，继续。还有谁？还有谁哦？还有那个哎，请问那只兔子怎么不见了？哪里？那只兔子哎，好，那兔子在那里。那个兔子有点怪。嗨，兔子，哎，那真的很牺牲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要跳进来。还有啊，他跳进来，一直跳。你们班上的同学要买葫芦布，啊，对不对？阿个想起来，哎，对，这样才有到位啊。不过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体验不一样的生活，因为明年的今天你可能 FB 一定会打卡嘛，那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。对啊，或者是小猪哥哥今天如果穿兔女郎，有没有？那个5000就他的了，对不对？都他个人的，哎呀，那兔不会啦。你们那一里的还蛮喜欢的，应该是可以接受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在这里就祝大家就是在兔年行大运，然后赚钱赚到兔，好不好？存钱存到兔，谢谢。我带来这一首那个，就是我有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，我蛮感谢，是因为我从唱歌唱比赛认识了老师，然后我们从那个很小很小的教室啊。本来我很想举手，因为我不是第一期。那很小很小的教室哦，你知道老师吗？那个教室只有他跟蔡长有真的玩过。那个你完全没有教室，很小很小的教室，只有他跟蔡长有去上。蔡长是第一个，他是第二个啊，对来说。但是他中间可以休一年的那种啊。哎，你带你去过那个外代去，你又不紧张那种。对，你知道老师以前教我们怎么发声吗？对面是停车场哦。你要从这里发声到对面停车场，要有人听得到。对，要有人来。所以你们要珍惜现在上课，只有在教室里面，我们要喊到对面，要喊到对面有人来抗议才可以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说还好，就是我本身喜欢唱歌，然后我也很感谢遇到那个老师，在我人生中是一个还蛮就是特别的事情，也很感谢，就是一个贵人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今天呢、啊，是因为。做一休364天啊，哦，因为做一休364天，然后就希望说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掌声，这样，对，谢谢阿飞，可以。如果唱不好，我可能说这身衣服太紧了。好 ，OK。唱什么歌啊？张嘉文老师的《半夜之音》。
接下来我们欢迎